嗨嗨，嗨嗨，嗨嗨，大家，Good morning。好像打喷嚏了。嗨嗨，早安。大家早安。昨天呢，其实校唱不辛苦啦，搭车比较辛苦。对于一个不太能坐车的人来说，搭长途车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是一个非常不能坐车的人，于是呢，我就昨天一直睡，一直睡，我就是。上车就是睡，不然就是吃东西，然后下车再就是下车起来上个厕所买东西，然后吃完，然后吃完继续睡这样。5个钟头下去4个钟头，上来3个钟头，上来好像比较快。太久了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搭车。就是我昨天明明已经睡了这么多了，然后可是我回家我还是有办法秒睡。因为你知道我就是我搭车，然后我就是准备的东西超齐全。我带了颈枕，带了蒸汽眼罩，然后带外套，然后带口罩，然后就把自己包得很严实，想成避雨再搭就好了。没有，就算避雨我也是搭得很痛苦。对，我到后面我已经就是，当天真的是当天来回，然后我还一直想说我要怎样才能让自己比较舒服，我还戴眼镜欸，就我就是要开始睡的时候我就把隐形镜拆下来，其实我眼镜没有什么戴到啦，我就是戴隐形镜的水盒，然后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拆下来放在水盒里面，然后要醒来的时候要戴的时候再戴上去。超痛苦的。笑唱很开心，但是就是自己不太能搭很久的，就是长途的车。笑唱很好玩，可是就是对我来说，可能对其他成员来说还好，可是对我来说搭车有点痛苦，就是一个很容易晕车。就是我去的时候比较漫长的感觉，就是去的时候就有吃晕车药，就睡得比较好。可是回来的时候没有吃晕车药，然后我就一直翻来翻去。有啊，我们有提早去啦，我们有去休息区。我们第一个停的是台中的，然后就我们下去是停台中，上来好像停一个附近的休息站，对而已。晕车药真的很重要。
就可以让你直接睡到目的地。我发现啊，那个笑唱唱那个闪亮的幸运，大家都会跟着 I want you， I want you， I want you， 很可爱耶。台下的学生们很可爱。对啊，金针眼罩口罩，对啊，我全部都戴了。他跑不动，可恶。今天一个班，不行，坐车滑手机会晕车。我真的是不太能坐很久的车耶，好可怕。I want you, I want you。对啊，学生们都很熟，就是会给我们回应，给我一点回应。有声音吗？哦，我把它按掉了，难怪没声音。哈，全副武装。对啊，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拍我睡觉的样子，所以我都全副武装。很痛苦啊，我很讨厌就是坐车。不会啊，我们还蛮安静的。谢谢花生的提篮盆花。我连坐公车都不太喜欢。可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安静的，我们只有快到目的地才会听 local。可是昨天没有，我们昨天是听演。さよなら、ありがと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Over two， 大大哥。这是我的颈枕，苹果色。可我觉得它有点太软。一直发射有损耗，有吗？我还觉得掉还蛮快的。橘子都在吃，我也都在吃啊。我也是从头吃到尾。这是我的颈枕，其实是韩寒的啦，可是韩寒比较少在用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它这个是那种沙沙颗粒的，我觉得应该要再硬一点会比较好。因为它这样会没办法支撑，好像应该要再硬一点，然后这样比较棒。然后那个睡觉 ，z z z。对啊，这个太软了，就是我都这样子，然后躺在旁边的那个窗户上面，就是这样才比较不会，不然那个颗粒会一直跑。你们喜欢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我喜欢比较硬一点，因为这好像撑不住。就是你看我这样，直接靠着隔壁肩膀不行，这样会造成隔壁肩膀的负担。是不是硬的比较好睡？我也觉得硬的比较好睡。不行，这样会造成隔壁成人的困扰。对啊，苹果的横切面。大家有推荐好睡的颈枕吗？但这个有点太软了。可是这就是家里现成的，就把它拿来用。苹果，
评估。正坐睡觉表示不得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靠着东西睡觉。伊德利吗？尼托利？内里的金针？对啊，它太软了。而且睡觉就是你会整个身体都这样，所以这样就会给旁边的人太重。睡觉就是你会整个身体都这样，所以这样就会给旁边的人太重。嗯，我也想靠在别人肩膀上面睡觉，可是我觉得那会给别人造成困扰，所以就不喜欢。这个捏起来很疗愈啊，可是就是不好睡，都不用枕头的。你说这样子吗？这样子跟这样子。我还有那个，我新增的那个，它可以开灯。好像看不太到，可恶，它没有很亮。啊，它怎么没有很亮？我以为它会很亮。可恶。吹气，可是吹气那个会太硬吧？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种，就是什么记忆枕，就是那种躺下去会凹进去的那种。头靠手上睡吧，感觉不对称，真的。谢谢罗成的碧海的真情告白，关灯会比较冰。哦，也是吼。有啦，明显一点点，好像这样也不错，不然我们这样播好了。好像太暗了，还是打开。打开好了。其实会有些好玩的，我也觉得很好笑啊。那个出那个乐团真的太过分，而且刚刚好就是我抽到，我就一定会讲到乐团呢。谁加不加？加吧加，加吧。你们猜有哪几首歌是我选的？生日会的歌。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虫师是我选的？对啊，蜂巢是一家。哦，可恶！你一直在放，嗨嗨，小雨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关掉，不然我眼睛超干的。虫师好听啊，我原本还想放 Joker 哎。Joker Sunlight Girl Don't Look So Yuri Boker 你们都是火鸡小鸡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明明就有做对，只是因为真的太好笑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拍两下就去做。而且那个讲话真的超难的，就是所以我不能讲到哪个词，然后就那边超紧张。我回去看那个，有粉丝有录那个影片嘛，然后就回去看那个不可以超好笑，我笑超久，不
可以。来，你说一次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孩子呢？这个游戏就是别人叫你说什么也不能继续说、啊。嗨嗨，太郎，真的是互嗨。我的另外一条线嘞，可恶。跳没？还敢挖坑跳跳？我觉得那个游戏超有趣啊，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你知道我前面就猜说会不会是，我那时候就猜说到底会是什么 The Puzzles 还是乐团，还是河岸留言，就是类似这种。然后后来想说应该不会吧，然后就太轻松，就脱口而出乐团。对，只剩豆腐头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可恶。说话然后这个那天绑在那个领口的也是我自己做的，在这里面吗？忘记了。不对耶，那我把另外一个收去哪里了？还是我还没有把它收进来，好像还在包包里面。那个是我自己做的。其实我做了两个，我原本要那个粘在那个袖口上面。Passion set 手作，对，我太在意然后了。题目不是我们出的，题目是姐姐出的啊，怎么可能是我出的？题目是姐姐们出的，因为我们跟姐姐们说，姐姐们你可以帮我们出题目吗？因为我们不想要，就是我们不想要爆雷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们出的话，他们就给我出然后，然后我就第一题就爆了，不行。我觉得这真的会很好玩欸，虽然好像就是。好像没有做满，不过就是大家都很热心的在，就是很热情的在回应我们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然后那个啊，然后就会输了，肚子饿了。很好玩对不对？大家喜欢这一次的生日会吗？留言本本也是我们自己说想要，就是我们就一起去逛那个垫脚石，然后我们就逛一逛逛一逛，然后说哎，我们想要就我们就看到那个婚礼的签到簿，然后我们就说不然我们也来弄一个签到簿好了。我们原本要买那种婚礼的签到簿，但我后来说那好像有点无聊，有点没有特色，我们就说不然我们买一个本子，然后放在那边大家就可以写。简直无情。关于栗子问粉丝神推是谁的问题，然后两个刚好都是神推兄弟。不过还是谢谢神推小迪的粉丝们有来我们11月 A 场生日。本本找不到，本本还在啊，我们有那个耶。阿哲表示困扰。哦，然后我后来那个，我后来知道，39推，
41推，原来是落日一笑，还跟我说可以不要讲名字吗？原来是39推的部分。对，那天是膝盖帮的生理。没有啊，你们也要就是就算说假的也要让我开心一下，那天是我生日会耶。这问题太难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就知道你们回答不出来。对，粉丝太诚实了，知道你们要就是需要选时间说谎，可是我说家里，谢谢阿龟，妈妈说不能说谎，然后这是西西吗？再看一下，南品君，神推不能乱说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总之我先跪着看，不用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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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玩笑的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人品君啊，人品君，我想说一个点啊，不是西西的话，就是要看一下是谁。也算不难，不行，我没有教你们，好不好？人品君啊，画得很好看，谢谢。然后听说有网页，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传那个，都没有人传，就是什么连接之类给我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。有听说，可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有啊，他还放在我的那个书桌前面，一直想问我。对啊，一堆人跟我说有网站这个东西哦，啊，可是没有半个人传链接给我啊，那我是要看什么？生きることを始めようか。后面问题都答不出来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就是年十五张便条纸，边躲要边回答问题。我们都把两个游戏结合在一个游戏里面，这样就变得很好玩，很好笑。我真的觉得这次生日会超成功，而且我们也玩得很开心。你不觉得很棒吗？自己找，好哦。还是很谢谢大家为我们策划的那个就是生日应援，还有那个手幅，然后听说还有杯子蛋糕，感觉好好吃哦，我也想吃。好吃吗？上面是巧克力吗？这生日应援真的很酷耶，然后还有网站。自己找太过分了哦，太过分了哦，我要怎么自己找咧？昨天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耶！我怎么上台完成时间期？哎，我不觉得很好玩吗？我觉得很好玩，那个动物接龙也很好玩，喜欢。今年生日大家都超用心的，谢谢大家。有那个，有影片啊，然后有圣诞册。然后有徽章，有扇子，然后还有网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么爆肝的为我做这些应援，谢谢你们。一直我没有摸到手娘娘，其实好像还好哎，还行啊，还好。而且那个很好笑哎，那个黑骑士的部分，就是抽上来，哎，居然是要帮那个肖偶像顶那个顶柠檬汁，还不知道画什么鸭子做，赞！我以为这是西西，对啊，所以大家都蛮以为那个点是西西。西西现在都不来看，我在想到底要吃什么午餐。还是应该晚一点再吃。
只是完成度有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羡慕黑骑士，等级就是黑骑士，黑骑士听说是泡芙大叔，三张纸币小卡，结果本日赢家是黑骑士，哎，没有，他上来被惩罚的耶。黑骑士那时候有没有想说，哈啊，我花了钱来参加生日会，而且还要被处罚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也想被惩罚。你们好奇怪哦，嗨嗨，本人神推，对，又拿很赞。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扎卡，然后扎卡不是在一家面前大喊栗子吗？然后我还看了一下，想说这是扎卡吗？是吗？好像是扎卡哎，可是好像我又不敢大喊人家，然后怕喊要喊错，然后我就你走了之后，我就脑中一直在想说，这到底是不是扎卡？可是扎卡感觉不会来参加生日会啊。然后他说，可是扎卡应该不会来参加，扎卡不是很少来嘛，感觉只有大活动会来。然后我说，这真的是扎卡吗？柠檬汁，柠檬汁很酸。嗯，手度柠檬汁。合照会，对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也是可爱风的。惩罚是什么？不是奖励吗？你还 Q 他在你网上打野？对，我有看到那个泡芙大叔呛到。我看到，然后我说：“天啊，那个柠檬汁呛到很痛苦哎。”噔噔噔，咖啡色，咖啡色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不过我觉得，因为我很不能喝酸。嗨嗨，39推，以后我要叫那个笑笑大大叫39推了。嗯，现在不知道另一个，那一套比较不是偏，就是偏比较帅气啦。可是我觉得那套也很好看，可是我比较想要，就是我选可爱的。绿色的那个人，笑死！听说现场很帅，谢谢。39推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名字？39推，39推，39推，你让我很难过，你都不告诉我名字，你害我就是在主持的时候现场陷入冰点，还好一家救了我39推，真的是，不然全世界都要在等我问你，你直接跟我说不要啊，笑一下内心受创，直接跟我说不要。39推你这样不行。算可爱风格。对啊，39推，所以你要推我吗？我把韩寒的线来用好了，不然我手机要没电。但想出去外面买，不然好贵，叫外送好贵。
合照会找栗子合照，真的吗？三十九寸，那我到时候叫你笑笑，还是要叫三十九寸？前两个就没有问名字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你怎么可以拒绝？被用完，用完记得放回去。I say goodbye, my darling. 噔噔噔，小帅哥，如果你记得，他们不是叫我那个认橘色的口罩吗？你那天不要给我换颜色。我很努力在记，就是我发现呢、啊，就是一个，就是之前不是，就是大家都戴口罩嘛，然后那个认人的。功力就会瞬间下降，你知道我这一次要跟大家击掌的时候，然后我的脑中就是你好眼熟，但是我叫不出来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就是一直想，然后结果过完之后我才想到，就是当你们走下楼梯我才想到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已经过了。脑运转超载，然后我就在想你好眼熟，你到底叫什么，你很常来啊，可是就是我就是突然想不到啊。这两个哈哈都是橘色的，好好好，你好我是金，这 OK 啦， OK OK OK， 有些还认得出来，可是有些就是就是燃烧脑细胞，我很努力想要叫出大家的名字。叫帅哥，这样很敷衍呢。哎，帅哥，那就跟那个早餐店的那个阿姨叫你说，哎，帅哥，今天要吃什么一样啊？我是不会做，我知道了，记得。还能支持39次活动，笑死！对啊，早餐店阿姨不都说？啊，那个帅哥今天要吃什么？啊，美女，那个要不要这那个今天要不要来个那个？要不要来个葱抓饼啊？啊，帅哥跟昨天一样吗？好好好，我帮你做。你的早餐好了。早餐店阿姨叫帅哥，哎，帅哥，然后就有一堆人回头。哦，没有啦，我叫那个穿格子衬衫那个啦，没有啦，不一定欸。如果眼睛我记得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说脸。如果眼睛我记得的话，我就会记得。南平君找回杨子，现在问的是谁？有啦，南平君记得啦。可是我那个找回姐姐已经不想理我，因为我真的戳她太多次了。我对不起早葵姐姐。哎，帅先生你，哈笑死！早餐店阿姨叫我妈，不然叫外叫自己姐姐，笑死！我刚刚没有把那个充电头插进去，难怪想说为什么没有在充。僕ら二人出会って過ぎてゆく夏の中。这很厉害，对不起哈。可是我觉得这次真的很好玩，生日会，已经常态到态度了。君的できていたんだ。君が笑うだけでなぜか涙の心の傷も
何もかも全て浄化されていく。どんな薬より僕に陶片条真的很棒耶，好像两个小时两分钟有点太久了。你这些有趣很多，那就好，大家有觉得好玩就好。原来奈何子在说我很抱歉，有我有看到那个，我有看到被贴起来的字的部分，不过 OK 啦 OK。你的老子嘞，目をそらす君の癖。讨论的时候到底吃了多少东西？就是讨论二十发吃东西八十。没有啊，就是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嘛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是不小心看到的，因为就是你知道放在那个灯光下面，然后就是会不小心看到。可是还好啦，好看啊，跟那个跟印的差不多啊。为什么要对自己没自信呢？很好看呢、啊。还好大家喜欢这次的生日会，希望大家觉得很棒。偷偷嘲笑我没有笑你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笑你呢？没参加真的残念一朵 QQ 笑得最吃力，为什么笑得最吃力？好笑不好吗？我觉得很好玩啊，我觉得从第一个游戏就很好玩了。 OK OK， 喜欢困吗？拜拜，上班加油，开会加油。拍摄时间很长，很好笑，很棒。而且我们时间就是掐得刚刚好，每个游戏跟那个还敢宣传乐团，当然要宣传乐团啊，乐团这么重要，当然要宣传乐团。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留言，要按赞留言哦，麻烦按赞留言，然后刷爆它。我现在有3,5,9,7,4观看，麻烦大家赶快再去多看爆几次。这么好的东西值得大家一看再看。宣传又还在海爱丽，你们真的很过分，你们真的很过分。要去上班，好，加油，而且也很难忘。摄影时间变长，很棒。这是我们跟姐姐争取的 AirPod， 不是。首度加购到今天晚上的点哦，提醒大家 USB 的首度加购到今晚的6点而已哦，还没加购的你真的是会后悔哦，赶快加购一个大全套来呗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日文也很棒，中文也很棒，所以你们可能要两个都买。偷笑？我没有偷笑好不好，我是有自信的笑。乐团也是买了 USB， 谢谢笑笑39推，谢谢。可是会好会穿衣服的爱真是最高级。桃花哥要穿可爱的衣服吗？你要穿什么？买莉莉就好。好啦，买莉莉。融入完全不同，谢谢大家。对，那个盒子就是意图使有强迫症的人购买大全套。不觉得很美吗？我真的觉得很美，很喜欢。自己刷自己的那个观看次数。有买 USB， 但十二月四号不会到，不来看吗？有重挑过了，你们都没有发现吗？你们好好去看一下封面图，然后再好好看一下
每一个的商品的那个商，就是大全套的图的那个，你们要自己发现啦。我的默默三家改成中文一套了，你们之后如果没有买日文，你们会后悔。哦，求懒人包，不要给你们懒人包，这样自己就发现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现在打开那个 AKB48TP 的官方 YouTube， 然后呢，你仔细看一下这几张封面，是不是有看出什么端倪呢？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呢？我们除了白色字下面还有一个，然后我其实以前标他们的账号的时候，我也都有分颜色标，可是你们都没有发现。我从32周前的第一个标大家的那个就已经有颜色了，不是粉红。对啦，有差有差有差。大卡，你推 IG 吗？你们自己去看那个，你们自己去看的 Puzzles 精选的那一个，我有分色。透明的気持ちで君目を見つめてた。看错了，你还敢看错啊？你还敢看错啊？傻眼！你要不要干脆改推那个另外一个阿力好了？大家多去留言哦，多多留言，多多刷爆，希望我们的那个每个观看都可以超过10000个人小短片的观看，应该可以吧？感觉再放久一点就可以了。先跪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不行！我罚你剪很多很多熊爱丽的那个影片出来。哎，那个运动会的那个也很好哎，运动会剪的也很好，有很多我跟涵涵。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留我们。大家如果都喜欢我们，可以多多留言，留言越多，我们就会看得到。运动会好听，走啊走，立彩姐走啊，完全不动。你怎么一直信息要喊贝尼啊？我就想跳上去 啊，跳上去他应该就抓住了，谁知道他抓不住嘞？涵涵走不动，对啊，过分。俺は一人で激しい雨の中、粒濡れて戦った。汚れた体と醜い心を洗い落そうとしてたんだ。我想跳到栗子旁边，是不是？栗子，啊，要我背你，是不是？我看我。不知道我可不可以。我之前还有跳那个跳到伯乐身上让他背，我觉得他居然背得动哎。这么重的姐姐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跟他们有差多少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脸圆就在那边嘴我，傻眼！我的你不会。比较壮，还好吧，两个应该差不多吧。可是李彩杰比较高啊。
对啊，我明明就感觉不重，你们就是很爱追我的体重。我跟他差不多啊，你们就最爱追我的体重，就明明就没有比他，就跟他差不多，傻眼。不行，我好饿、哦，我要把这个八宝粥吃掉。含变高，他164，我165啊，结果没有冰。我最讨厌开这个。你们最喜欢吃什么罐头啊？我很喜欢吃那个爱滋味的那个妞妞珍珠圆，我觉得超好吃。然后还有那个牛奶花生。你们最喜欢吃什么罐头？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水蜜桃罐头，你们知道吗？绿巨人，绿巨人很棒哎、欸！我小时候都会把它叼本来吃。你们可以去买看那个妞妞珍珠圆，超好吃的，我从小吃到大。牛奶花生也超好吃，而且它可以那个把它倒到碗里面，然后去微波加热也很好吃。哦，海底鸡也很好吃，还有那个、啊、瓜瓜，樱瓜吗？还是酱瓜？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小时候都会去买那个来吃水蜜桃罐头，长大就比较少。还有那个酱瓜，呱呱鸡的酱瓜。牛奶花生真的很好吃，而且爱滋味的牛奶花生。我们真的很喜欢吃牛奶花生，奶奶还会买一箱给我们。爱神黑爸爸，黑爸爸。哦，樱桃我不行哎、欸，我没有很爱吃樱桃。糖水哦，那个糖水很甜哎、欸，虽然我小时候也爱。想想看，还有你们吃稀饭喜欢加什么？我超喜欢吃花生汤加小汤圆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喜欢稀饭加菜心跟竹笋，我小时候那个稀饭超喜欢加海苔酱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我很爱吃稀饭。不是多种罐头呀、啊，是
玻璃瓶那种，然后它是用油去泡着的，那叫什么？就是笋啊，那叫什么什么笋？反正就很好吃就是了。混凝土状，对啊，玉笋，嗯，玉笋超好吃，玉笋，对，就是上面是咖啡色盖子，下面是玻璃瓶，超好吃。然后以前妈咪就煎那个酱油蛋，然后炒个高丽菜，然后就会放几个菜，这样超好吃，我超喜欢。对对对，泡在油里的那个，对，然后很多油，可是很好吃啊，喜欢欸。玉笋很棒，玉笋什么都可以配，白饭也可以配。我们家稀饭消最快的就是玉笋，然后接下来是菜心。很好吃欸，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妈咪煎的酱，好久没吃妈咪煎的酱油蛋。真的很棒。买单呢，买单呢，拜拜。越讲越饿，真的。就自己明明已经很饿了，然后还要讲一堆吃的。哈哈，贵仔，玉笋去配 Friday。对啊，大家可以赶快，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要办稍微早一点的圣诞餐会吗？要吃饭了，直接不想叫外送，最近想省一点，等一下再出去外面买。哦，你们不能带，那我带不了。你们不能带玉笋，我可以带玉笋。没有了。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过圣诞节，好像听出来可以那个收礼品跟那个。看一下官网，在2020的12月13号1点，在 Fridays 的西门餐厅，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吃。我也可以收礼品哦，大家可以欢迎，就是送我圣诞礼物。粉丝交换礼物，笑死！请先挂袜子，那我挂那个，我挂很大很大的袜子。
快吃完了，好空虚哦。生日会周边可以用袜子，哎、欸，对耶。我们这次生日会周边是袜子，你不觉得很特别吗？我觉得超特别的。我原本说要做那个可以烫的那种小布贴，然后再送一个贴纸包之类，结果最后两个投票投下来是，结果投下来是袜子获胜，然后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投给那个小布贴，我忘记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忘记是谁，然后结果好像是4-2，我输了。想要送可以那个烫在那个 TP 包上面的那种布贴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我们每个人出自己的一款，然后大家就可以选自己的推，然后把自己的推运在那个包包上面。结果我输了，对，布章，我输了。我都比较想要，对不起大家，我输了，我没有赢，无用的垃圾，这个比较赞，但对不起大家，我只有微博的一票之力，对，我没有，我输给了袜子，我每次的那个就是周边都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设计的。像这次上面的那个 November 虽然有点写的不太好，对，那个也是我写，然后大家的草写也都是我写的。送礼物可以用成员送给阿潘的当做标准，什么意思？送阿潘什么？その手を二人は哦，零食。哈，可是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零食的人啊。对我来说，送我实用的东西比较重要。十包零食，加泡面是怎样？哈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想要收到实用的东西，因为吃的对我来说太，就是吃的。我喜欢可以保存下来的东西。像这种就不错，可以留下来的东西。不乐颂香香。因为我觉得这就蛮弄，就是比较不会喷的那么快，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喷的算快的。因为它味道很持久，所以可以不用一直补。合照会要不要跟菠萝喷一样的呢？零食可能送理财机比较实用，对我来说还好。科学面，没有，七七好像快喷完了，蓝风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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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期待哦！大家期待合照会吗？我很期待、欸，我很期待合照会，很期待秋日祭典，期待跟菠萝一起。
大家穿什么啊？明年送我，笑死！跟莉莉拍照，我一定要演扎卡。扎卡如果要跟我比爱心，我一定给他赞。原来是期待，没有，都很期待。扎卡来，我就这样。严扎卡耶！谁家扎卡是 QQ 推？又是另外一个阿力推。那我要严莉莉，你忍心吗？我猜你不忍心。大家有没有想要什么摆什么动作之类的？演我，你们好奇怪，你们都有一些奇怪的要求。学校校的严莉莉打我，你们好奇怪，还愿意把手举起来？对啊，我要是直接撇头过去，哼，还是扎卡喜欢这种的。你们要穿什么？可是我还不能跟你说我要穿什么，要给你们惊喜。我觉得很棒。孔雀鱼，好哦。莉莉切我啊。啊，我测过了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好奇怪，去哪那样踩的？你们好奇怪，再插个竹简就好了。我换了那个，换了风格，我这次居然是买，我这次买蓝色跟黑色，他说试试看不一样的风格。我现在擦擦看深蓝色，不知道适不适合。还没开过，昨天才买的，不知道适不适合，感觉可以更衬白，就是衬得出我的白，可是不知道擦起来会长怎样，好刺激哦。哇，奇怪，都是一直调教的好，如果都拍至少五套，虽然都只换车哦车，那什么指甲油啊？桃花哥，你要找安安拍几张？桃花哥现在是小周了。我感觉还蛮显白的。老板，我想工作。可以准备好。
小周。对啊，一定是莉莉不够貌美如花，不够年轻。大家都喜欢可爱年轻的成员，像我们这种过了18岁不再年轻的孩子，已经不可爱了。是不是你说他哥？哇，好深哦！天啊！游戏推荐，其实我也还不知道哎。一直玩兽也不能加了。QAQ。18一个临界点。我叫艾莉森，哎，不是，我还年轻。莉莉是什么游戏？诚实降级。你们必须要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爱着莉莉。就算莉莉已经不再是18岁的青春活力无敌的小孩，但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爱着莉神。谢谢大家。我不知道多久没说自己叫莉神。这也太深了吧！好不平常的我，他比我想象中的还深呢。没关系，之后再卸掉就好，可以先拆了几天。噔噔噔噔噔！真的好深哦！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深？好看吧，很显白耶，只是有点深而已。哇，好像巫婆、哦，天哪，会不会太黑？他晚上我一直在打那种可攻可受什么？因为白黑会比高山什么好？伤眼睛，哎、欸，什么？巫婆，它是深蓝色，这样子。它是深蓝色，可是擦起来看起来像黑色。直，扎卡有没有直男发言？等下再上第二层。我一直很想试试看那种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结果发现再怎么试，我好像都很可爱。事实证明，不适合的东西还是不要乱尝试，不然会很可怕。我可能还是适合那种青春洋溢、活泼可爱美少女，虽然年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可能就是，对，还是要装一下可爱的。大家比较喜欢裸色指甲油，还是有那个，有深一点、不一样、粉红色可爱的那种。你们喜欢素甲还是油花指甲油的指甲？
因为我之前都是擦血色指甲油，就是看指甲让指甲看起来比较有光泽一点，类似透明的。啊，左手真的很难涂哎。每次左手都涂得很可怕，右手都会涂得很可怕。左手帮右手涂的时候都会很可怕。好臭哦。看来这种美术的东西还是需要李涵涵的帮助。这种姐姐完全没有艺术气息的人，还是好好去跳舞，就是唱歌就好。术业有专攻，还是给专业的就好。啊，我擦完了。好像太深了、欸，大图这个没有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对啊，不一样的风格。素，大家都喜欢素的。还好这瓶指甲不会太贵，还好我不是买那种三四百块指甲油，我买99块指甲油，不喜欢就算了。对啊，我就想说最近摇滚风是不是应该不一样一点？现在手还不能买，给你们看惨况，左手涂右手的惨况。大家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我跟你们说过 我小时候是左撇子的故事嘛，然后后来被改成右撇子，所以我翻翻滚滚的动作都是左手学的比较快。我跟你们说过吗？我一开始学写字是左手。九阴白骨爪，个人没听过。就是啊，我小时候是左撇子，就是练习写字的时候是一开始是练左撇子，但后来硬被改成右撇子，然后所以很多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做左手比较顺手。原来大家都没听过，我一直以为我讲过，因为成员们都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我在直播上面讲过。我学什么翻翻滚滚的动作都是左边比右边好，左边比右边顺手。然后，而且都会比较习惯左边。但也能理解，就是生活上的话可能还是右手比较方便，就是跟大家会比较一样。虽然左撇子也没有不好，搞不好左撇子女生长得比较正，像是我。对，没有，没事。又正又可爱，
所以我觉得社团很支持。有这样看，深蓝色。果然我还是适合青春的颜色。阿杰最近不是画了黑色吗？我就觉得好好看。可是呢，谁知道我完全不适合，可恶。擦第二层。大家如果没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乐团的概念影片哦。它非常的棒，是我们成员跟姐姐们一起共同讨论出来的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然后乐团目前已经出了四支的概念影片了，最后一支的概念影片会在今天8点上，概念图、概念照片的话是在7点上，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是我们的团长大大，对吧？已经4天了，所以今天应该是伯乐，没错。不要给大家错误的情报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天的那个，我说那今天会不会是阿丽呢？的那个例子的例子，那天是我随便乱说的，结果没想到当天真的是我，吓死。怕爆！关于莉莉神准的预言，还是好看的吧？我没有爆雷，好不好？是我真的是太会预测。偏执靠他的大大，对啊，真的很过分哎！什么乐透号码？每次都会想要尝试一下新的风格，但尝试下去就会觉得，我还是好好回去我的风格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宝宝好像真的不适合哎，可恶！谢谢林果的食物礼盒，开出苹果。哦，真的好不习惯啊！原本想说自己应该也可以帅帅的风格。谢谢阿贵的烛台。
挑眉，挑眉我也很容易中哎、欸，还好不是挑眉，不是给我。一家赶快挑眉一下，咔咔的，咚子咚子咚子。我还是适合这种谐星路线，帅不过三秒，美正不过三秒。我为什么会想要擦深色的呢？因为之前看娜娜前辈好像有擦过深色，可是我忘记是擦什么颜色，然后就觉得哦哇，好好看啊，然后我也想擦，是为什么我擦起来变这样？我真的都是正不过三秒，好讨厌！我也想要美美的。真的好喜欢前辈哦！哎，我真的熟了。手手要乖，只能放在这边让他干。没有，莉莉不准。莉莉歪。大家多多帮我们留言哦，留言按赞，拜托大家，求求你们，爱你们，哇！3602了，大家多看几次，看爆！294个赞，大家留言留爆，发型也有关系，也是啦。生日会都没有糖糖，对啊，生日会都是膝盖帮奈良奶奶。我觉得糖坑可能就是还不够大，所以都是那个膝盖帮着来帮忙。对，都是那个膝盖帮着来助阵，然后发现怎么都是膝盖帮。没有啦，是有糖糖，还是有爱莉莉的糖糖。我现在不能比爱心，我只能对下面手指可以粘的，好能这样。那你们膝盖糖，膝盖糖，赞。从下巴，现在都这样子，就是。不能让双下巴跑出来。好啦，来念个榜呗，念榜啦，榜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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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榜。第一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，谢谢林国，谢谢。第二名是花生。耶、yeah! ！恭喜可以来参加乐团，谢谢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幻影战士，上班中好，没有没关系，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四名是小英，谢谢小英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五名是鲁瑟诺比塔。特效那会演吗？太花时间了，跳的地方那完全没感觉，是没感觉啦。金甲锤是什么？会被炸？没有炸。乐团真的是神抽，不可能不讲到，真的。啊，我所谓现在早出晚归，可是我自己是熊海力派的啦，早出晚归也可以啦，但我爱熊海力派一点多一点。谢谢谢谢鲁瑟诺比塔。第六名是扎卡，扎卡扎扎卡扎。那边有重点，莉莉，如果那边莉莉不要演，我要演你了，我要演你这个 Q 卡。谢谢扎卡，谢谢。
第七名是 Akira， 这就中几张合照会见喽。好 ，OK， 不能放弃呀、啊，不能放弃！弟弟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放弃呢？谢谢 Akira。第八名是阿龟，谢谢阿龟，很感谢谢丽啦，我是糖糖，好啦好啦，知道啦，谢谢膝盖帮阿龟，没有啦，谢谢阿龟。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。第十名是托鲁酱，谢谢托鲁酱，谢谢。第十一名是木婷，谢谢木婷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本丸梅子，谢谢本丸梅子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王可乐，谢谢王可乐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有点对不起，是不是很正？是不是很正？很正，你们要多留言啊！你们都不留言，哼。第十五名是刘建谷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都不留言，你们麻烦留言要留爆好不好？你们要多留言，留言，留言。你们都不留言，然后就是不管哪边都要留言呢、啊，要在对。这样莉莉才会知道，对，看到就会很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大家，谢谢大家愿意留言，可以吗？莉莉好可爱，莉莉好先先抱，然后不要，请不要说莉莉叫你们去留的，就各种地方，希望大家留言就是，就比如说跟其他团合，其他团合作的，其他团合作的、啊，然后其他团的。粉丝就想说哇 ，TP 的粉丝好团结哦，然后都会那个，就是一起帮忙留言之类的，所以要麻烦大家多多帮我们留言，谢谢。对，不管是什么合作舞台呀、啊，那还是什么自己的，对，麻烦大家都要留言。每个成员有的话，就算他不是你的推，还是可以留一下，对，可以留言留爆。麻烦大家了。乐团真的很棒，喜欢。我们老大叫我来的，什么？没有，你们老大没有说话，不能这样子说出去啊，这样大家都知道了。你们要说，哦，对啊，他真的好可爱哟、哦。这样别人来说，哦，他这么可爱吗？那我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没有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帮我们留言啦。刚刚那边全部都是随便乱说的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栗子说他超可爱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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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说托鲁讲说他超可爱，莉莉没有可爱，莉莉不可爱。是的，老大。是的，团长。太小声喽。是的，团长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，留言莉莉很可爱啦。今天是合照会最后一天，购买压线仔们赶快买，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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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直播耶，拜拜拜。宝宝，宝宝。